透过围炉活动增加移工间的交流。屏东县政府劳工处所举办的移工天使年终围炉庆团圆活动，今年特别增加歌唱比赛，让移工朋友们一展长才。今天也特别加上了他们的歌唱比赛，让他们有整天的时间，那在这里一起透过歌唱互相交流、互相联谊。历年来举办这样活动，不仅仅受到雇主的喜欢，那么很多的事业单位也都愿意主动的鼓励，那也支持活动的进行，让他们整个工作的情绪以及在整个岁末的这个冲劲当中更加有活力。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正面的效果，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活动，那促使劳资双方都有一个更和谐更进步的力量。移工天使年终围炉庆团圆活动受到许多企业与雇主的支持与鼓励，适时的让移工朋友参加欢庆热闹的围炉活动，不仅增进移工朋友间的交流，更让移工朋友们乐于工作。十方新闻黄慧如、简玉玲屏东采访报道。